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哥，来不？那这次广交会哦，真的是哦，那个场地哦，真是浩大哦，然后那场地真的非常大哦。那一个馆的话哦，一个馆大概有八，应该差不多，大家算一下，大概八到十个篮球场这么大，一个馆，它总共四个馆，300多家参展。那最后一天抢了几支球杆、豪杆、那其中这一支啊、这个有两位朋友都抢着要，结果是小邱啊，捷足先登了、那他请我帮他试一下，下飞堂楼的右赛，这球刚好不太能过。有时候试杆哦，都会要小心啊。它这极速比 CC 高一，所以我出杆都要小心一点。右赛两颗星，PC 系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哥，来一样小邱的啊、打一局 41 啊、新豪杆啊、PC 9。好，推杆一颗星，轻轻的出来，十号，八号可以来带开啊、用八号来带一下，打一盘。拉一下，中带是不要怕的，打破天冠不能怕中带，这样这两个就活了啊、小顿一下，可以留这个，也可以留这一个，都可以留。我们留九号好了啊、只打一局了啊、高杆非常柔，过来做中带。轻轻的点一下，接近直球，低杆点一下，放楼右塞，接近直球，轻推。啊，这角度有点大了，没关系啦，就轻推啊。二分法还是一样可以带开，好。这个好的球杆哈、要去享受它。OK， 保重平安。